您这边请啊。怎么了？怎么着？您好。你是啊？你好，您是高密的妈妈吧？是啊。我是邹凯的妈妈。哎呦，你好你好，亲家武士吧？哎呀，咱们呢真该早点见面了。你说这两个孩子怎么就那么突然的把结婚证给领了？你说这……对不起，这刚跳完舞，手都是汗，对不起对不起。没事。这个是我亲家母。啊，这个去。哦，这是孩子大姑。你好。你好。是这样的，刚才呢我去过您家，您不在，我想可能您在这儿吧。是啊，是那个，这是一点小意思，我们还有事，先走了，您就先忙。哎，别，来了怎么也得上家去坐坐，咱们好好聊聊。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来，阿姨，我来吧。这东西拿着，我来吧，阿姨。咱们怎么也得好好聊聊啊。哎，那个红梅啊，赶紧给你哥打个电话，让他赶紧回家啊，赶紧回家。我就不跟着了。哎呀，行，你甭管了。邹总，小心。您要不方便拿的话，我可以晚上给您送过去。不用了，包。哎呀，来，亲家母，快进来。你看，你要不知道来客人，家里也没收拾。哎，你来去倒水啊。来。什么道理？我同意了吧？你这就亲家长亲家短的。呀，你假装有点礼貌行不行啊？人家好心好意的过来看咱们，这就等于把那提亲的事给补上了，这不是挺有诚意的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在这搓的，赶紧去倒水去，快去！哎，亲家母，来，您坐，随便坐。把东西都放这儿吧。来，放那就行了。董事长，我在楼下等你。您坐。董事长，请。你们这个房子好像是拆迁房是吧？对，2000年回迁的，所以啊，现在如果再拆迁的话，都是给补偿款的。董事长，我们考察过了，这个小区环境不是特别的好，楼道里也不是很干净。哎，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你？怎么着？我原来以为您过来是要谈两个孩子结婚的事儿。哦，原来您是代表卫生局来视察工作的。啊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来呢的的确确是来谈孩子们的事的。那好吧，说吧。虽然呢这两个孩子私自领了结婚证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但是我觉得呢，既然已经既成事实了，咱们该办的婚礼还得办。葛莱美酒店的董事长是我的朋友，婚礼的一切将由他来安排。我也不想多办，就50桌吧，给你们家10桌可以了吧？那个我们初中公司啊，好几百号人呢、啊、都是哥们儿，50桌都不一定能坐得下呀。那50桌全给你们，我另外再加50桌，可以了吧？还有，这两个孩子在婚礼上穿的礼服呢，会由我的私人服装设计师为他们量身定做。这个婚礼呢，还会来很多我们公司的合作伙伴的，所以我希望您二位的服装啊，也得得体大方。如果你们俩有时间的话，将会由我的秘书带你们去商场购买几套得体的。还有，请你们放心，就是在婚礼上所有的一切费用呢，会由我们邹家来全部承担的。不是，你先停啊，听明白了，都听明白了。关键是谁说我们家要把闺女嫁你们家了？那您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哈，行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就更好了。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们二位一句。
请你们看好自己的女儿，不要去随便勾搭别人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我怎么说话呢？听着啊，听着啊，我们家虽然穷，但是我们不会为了俩臭钱把闺女往火坑里推。我们凭劳动，凭本事吃饭，我们把高蜜养得好好的，不挨饿，不受冻，我们家什么都不缺。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无话可说了，告辞，走。都拿走！哎，拿走！什么意思？哎，什么意思？拿走！什么意思？干嘛呢？走！这什么意思？妈，干嘛呢？妈，妈，妈，你喊谁妈呢？你，爸，我现在知道了啊，什么样的父母养什么样的女儿。哎，你，走，妈，你站住！还给闺女一口奶喝吗？你喊他妈，亏你喊得出来。爸，你干嘛啊？哎呀，说说说，行行行行，你说说你们俩这出着楼道大喊大叫的。老公，你也是，你这怎么那么急呀？你好好说嘛。行了，赶紧进去吧。你给我坐下。你看看他们家人那样啊，他以为他有俩臭钱儿，他就能仰起头来拿鼻孔看人了。我跟你妈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不能把你往火坑里推。去给人家当使唤丫鬟去啊！爸，您别生气了，您放心，我嫁的又不是邹凯他妈，我嫁的是邹凯，他对我好，他爱我不就行了吗？爸，你们才认识几天呢？啊，你怎么说他对你是真的是假的呀？哎呦！我告诉你，别认，你说女儿已经都把证领了，你说你，就是啊，爸，我都领证了，我不管，反正我一定要嫁给邹凯。哎呀，那结婚证换离婚证的事儿多了，给我换了啊！爸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什么爸呀，换！哎呀，老高，你赶紧的，往外扔！扔！赶紧往外扔！你这干什么呀？有什么好好说嘛？你看，都那么大的脾气，真是的。